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信杰。那受到整个昨天晚上美国科技股的一个大跌一个影响，加上整个很许许多多电子股的七月营收持续下滑的一个短线利空冲击之下，台股今天是直接开低震荡走低，最后是下跌111点，收在14939点这附近。好，那现在重点来的，当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过去这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正如我们所事先跟投资预期所规划的，就在月线到整个季线这边的一个区间震荡，个股表现空间，特别是一些第二季财报好，然后对整个下半年展望好的一些标的，你会发觉在整个过去这半个月左右时间，是相对比较有股价有往上的一个表现空间。把我们之前跟投资人讲过的一个瓶盖股的梁维，甚至在整个高尔夫球的8924的大田，乃至于到整个近期你看到的，从整个六月底七月初出完息之后，股价就在整个今年的一个波段相对低档的行业类股，长荣、阳明，整个到整个昨天为止都持续的创下整个这一波大涨的，阳明涨了20几%，长荣涨了30几%，都持续的创下整个除完息之后的一个波段新高上来，所以这个也的幅，但是在最近相对比较弱势的股价在探底破底的，你会发觉绝大多数是在所谓一个电子股的部分，不管是第二季的财报不如预期的，或者在整个七月营收或者下半年的营收展望不如预期的一些电子类股，近期走势还是相对一个比较疲软的一个动作。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当整个指数在这边震荡过程当中，当然极短线而言，就要看今天晚上美国公布的一个七月 CPI， 那个人看法还是没有改变，这个也不用我说，我个人看法市场上都有预期嘛，七月的 CPI 可能在整个8.7%左右，会低于整个六月份。那美国的一个严重的通膨，应该已经差不多已经在六月的一个9.1%，差不多已经见顶了。不过你要特别注意，只要七八月的 CPI， 虽然美国的通膨已经见顶，但是整个七八月 CPI 只要仍然还在8.多%的话，那可能在下个月九月份，美国的联准会还是有机会升息3码左右。甚至至少应该会有升息2码，也就是说九月份的联准会应该是会在升息2到3码左右，这个你就要特别做一个留意动作，特别是在整个未来的进入8、9月到10月份，很许许多电子股还有所谓一个第三季的一个库存调整问题，许许多多的一个电子类股在传统的第三季旺季可能是不旺的，这个可能都会对整个短期间台股以及电子股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好，但是我们也讲过的，虽然整个第三季很多电子股可能是旺季不旺，但是毕竟到目前为止到多少瓶盖股是迎大或旺季，这也是少数没砍单的一个消费性的电子产品，所以你会发觉不管从整个2317的鸿海，还有到整个这两天公布的4958的臻鼎 KY， 2313的华通，乃至于在所谓的一个6299的台骏，公布的七月营收大部分都是比较优于市场预期的，七月营收都是较去年同期都是连增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消费性电子的产品，比方你说看到面板，你看到所谓的一个非屏的手机或非屏的笔电的相关的部分，看到他们的一个七月营收都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衰退，比方说你看到宏基、华硕七月营收都是大幅度的较六月份以及同期衰退的，但是虽然这个我在整个过去这一个多礼拜讲过的，虽然非屏的部分包含在双 A 的一个笔电目前的一个终端销售不如预期，库存都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可是你现在回过来看到整个瓶盖股的部分，那我们讲的苹果的一个手机的供应链七月营收都大部分都表现还不错，那苹果的一个笔电的部分 MacBook 的一个部分，你看专门帮苹果笔电代工的广达，对不对？至少人家七月营收是连增的，他们帮整个苹果的一个笔电跟平板代工的触控面板的 GISKY， 虽然七月的营收是稍微下滑的，但是至少他们的一个下滑的一个幅度就不会像整个非屏的部分这么的大，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回过来谈讲说现在很多市场上包含在法人圈都非常担心
所谓的一个电子股的第三季的传统旺季不旺，但是当电子股的传统旺季不旺的过程当中，至少目前瓶盖股是几乎90%的瓶盖股，好，第三季的获利还是会比第二季好，下半年获利仍然会比上半年好，而且在如果当明年的一个库存调整接近尾声之后，明年很多的瓶盖股的获利还有机会比今年还要好。那你也看到很多的瓶盖股其实股价都是在整个波段相对低档，除了比较强势的一个鸿海家族的鸿海今天还原全值，好，创下整个最近这两年的一个新高，对不对？好，臻鼎 KY 今天的股价也新创了最近这两个月新高，也逼近整个今年一个波段相对高档。这个就是你有没有选股选对股。那除了瓶盖股之外，好，我觉得有一些瓶盖股中长期，除了鸿海、好臻鼎 KY、台骏已经大涨上去之后，有没有还有在低档的瓶盖股？这个我们要锁定的。好，毕竟在中长期底部的瓶盖股，好，下半年又没有所谓一个景气库存调整的景气的一个疑虑的瓶盖股，对不对？你买它是不是可以买的安心，抱的放心？最后你在股票市场里面可以赚得开开轻轻松松，赚得开开心心。第一个低档的瓶盖股，第二个少部分的车电股，好，有一些少部分的车电股，如果近期拉回整理完，我们也会做一个特别锁定留意，特别在整个下半年或者明年，可能比较具有攻击性、成长性，然后本益比又比较偏低的部分的车电族群，我想接下来我也会特别做个锁定留意动作。好，那除了瓶盖之外，也是很多投资人所关心的航运类股部分。今天航运类股是一个好连涨的几短线连涨的几天之后，今天是一个稍微压回做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不管长荣的上半年赚了38.49元，或者七月份的营收持续写下整个历史的新高。那阳明昨天公布的七月营收虽然没有再持续创新高，好，月减年增，可是你去看阳明的360亿的营收，其实还是在整个历史的一个相对高档区。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哦，整个长荣因为9月6号要现金减资，那现金减资前，融券在9月1号前要，哦，空单一定要做强迫回补的动作。那你也知道，至少截至到昨天为止，长荣也还仍然有高达17000多张的融券，而这17000多张的融券，就是未来这半个多月左右，也就是未来这3个礼拜之内，融券一定要强迫回补。所以为什么在整个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我是跟投资人善意的提醒大家，第一个，明知融券你要被强迫回补，你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好，融券剩下3个礼拜要回补，你就去赌短线一定会跌下来吗？那我个人看法是，那就是一个赌徒的心态嘛。会在这边还去放空长荣的人，那就是一个赌徒的心态，因为你只有2-3个礼拜的时间啊，你赌错的，你就是注定要认赔停损出场嘛。啊，你赌对的，请问又有多少利润让你赚？别忘了，如果有17000多张的融券要回补，这不是这航运的长荣的至少短期间的一个潜在买盘吗？因为由不得你不补啊，这融券一定要补啊。好，那融券一定要回补，手上有空单的人，今天长荣好不容易是最近这一个礼拜稍微拉回整理了，空单的人是继续凹到9月1号，你之后还有更好的价位可以补吗？还是如果你手上有空单的人，这一两天短线可以拉回整理，万一你不补，你会不会又被人家嘎上去再创新高？如果万一你手上的融券长荣的空单不补，长荣给你稍微震荡整理完再给你拉上去创出换息的新高，那你的空单，你是不是到时候你去就必须要赔更多的钱，好，赔更多的钱来怎么认错做回补的动作呢？好，所以手上有空单的，你该如何操作？现在到九月一号以前，如何逢低回补，减少你的损失？好，但是良心的建议不是再去做加空动作，不是我在80几块空长荣，我只有90几块空长荣都被嘎，那我现在100多块再给它加码放空下去。你要想哦，你只剩下剩不到3个礼拜，融券一定要强迫回补哦。时间没有站在空方这一边哦，对不对？好，
啊，又不是说还有几个月空单让你回补，你还有机会熬个几个月看看。但是如果剩下三个礼拜左右空单一定要回补，你是再去逢高加码放空，空单加码摊平吗？还是你有空单追之前跟错的专家，啊，悟性的一些所谓的网路的达人，对，去放空航运，放空航运股被嘎的，特别是长龙，放空长龙被嘎的这17000多张龙卷，接下来未来这三个礼拜，你该如何逢低回补？你不晓得怎么补空的，你还找我？你还找我？至少你空单适当时机回补，你真的那么看坏航运？你等这一波航运股涨完了嘛，要休息了，要拉回整理了，你到时候你要空你再空嘛，总比你一路的这边放空，一路的不是，一路的空单不补，一路的被人家嘎到九月一号的强龙卷强迫回补还要好吧？好，那这是第一个针对空单的部分，未来这两三个礼拜震荡逢回空单你该怎么补？有放空航运股空单的，你来找我，好，我告诉你该怎么如何操作。但是第二个，那如果这边叫做航运类股，短期间应该不太易大跌，因为有空单要强迫回补，对，主力做手、公司派大股东，甚至包含外资法人，应该除非有什么重大性的利空啊，或者按照正常的一个思考逻辑啊，外资应该不会轻易在这边放手，那你空单还有机会让你跌下去，让你获利回补啊，这随便撑也撑在这边，随便也撑在这附近，让你空单补完，我要跌再跌嘛。你在逢高，人家股价只要长龙撑在这边啊，你空单一定要回补啊。当你空单在认赔回补的时候，我顺便慢慢出多单都还来得及啊。哦，有些话我点到为止。好，哦，但是回过来，如果当龙卷强迫回补完，啊，接下来是继续涨吗？接下来航运股是要继续涨吗？还是航运股嘎完空之后，当龙卷强迫回补了之后？高完空之后，会不会给你来个反手杀个短多？会不会给你反手杀个短多？所以你会发觉，我也不是今天长荣、阳明收黑下来，我才告诉你说，哦，你有航运股该卖，或是怎么样，这个月应该要找卖点了。我相信我对整个航运类股的一个这个月八月份的操作策略，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都没有做改变。哦，这个你如果在整个这个月初八月初，哦，你来索取信杰老师送给你八月份关键报告的投资朋友，你都很清楚。特别手上你是有航运股的投资朋友们，我想我在七月底八月初送给你八月份的关键报告，我是不是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你，在公布七月营收跟第二季财报之前，航运股你逢低买。那事实也证明一件事情，你在长荣公布半年报之前。你在前几天长荣公布七月营收创下新高之前，你是逢低去买航运类股，你会赚钱。哦，但是我也跟你讲清楚，什么时候一样在八月份，不要等到九月一号再来卖呀。空单不一定会给你嘎到最后一天呐，啊。哦，不一定要等到九月一号卖。这个月八月份会不会有一个嘎完空之后反手杀短多的一个关键卖点？好，那你说信杰老师，你什么时候会卖航运类股？是不是我今天就要卖航运类股？是不是我明天要卖航运类股？是不是哪一天我不爱卖航运类股？好，我相信我在整个已经连续几天告诉你预约关键卖点的时候，当然也有投资朋友来问信杰老师我，那我航运类股是该卖的，或者什么价位卖？你来找我就对的了。好，你来找我就对的。啊，当然啦。好。当信杰老师的会员，哦，某一天长荣跟阳明全部卖获利出清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啊，哦，我现在不会告诉你我有没有卖，哦，昨天航运股大涨我有没有卖，有没有逢高调节，今天早盘航运股，还在红盘之上，我没有获利调节，哦，注意我都是逢高卖，我可不是像大多数的专家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涨的时候舍不得卖，越看越好，然后等到杀下来，或者今天尾盘杀下来再来停损多单。哦，前几天呢，长荣、阳明都给你拉尾盘，我相信今天可能有一些当冲客，又以为早盘又去买航运，以为尾盘会给你拉尾盘上去，
就像你今天又去当冲航运股，又被修理的。前几天是放空航运，被拉尾盘加空单停损。今天是做多航运，被杀尾盘停损。据我所知道，很多投资者最近做航运股，都还是做到赔钱，也在这边。但是我讲的航运股，我们可能是逢高卖。哦，那什么时候卖？我有没有开始卖的？还是我在等八月十二？明天八月十一，等八月十二、八月十五、八月十八、八月二十、八月三十一，还是九月一号龙卷最后回补日的时候来卖？还是他在看个什么？哦，黄历选个良辰吉时来卖？你都不用猜，但是我会告诉你，等到我卖完的那一天，我会公开告诉你。好，那为什么这边我会提醒你，应该是要找卖点。你手上航运股的人，你赶快来找我。好，那我这边我不会跟你讲什么时候卖，到底有没有卖，因为毕竟，如果大家都知道我要卖什么价位要卖，那到时候没有这个价位怎么办？会影响到信杰老师的会员的权利。等我会员卖完，我会告诉你。好，就如同之前，在整个今年三月中一样，等我卖了之后，我会提醒你。好，等我卖的时候我会提醒你，等我长龙卖的时候我会提醒你，但是当我提醒你的时候，你不要吓了一跳啊！怎么今天在航运股在大涨的时候，在涨的时候，在涨的时候，我在追的时候，怎么刚好追到短线的相对高档？怎么我在今天刚好跳下去追航运股的时候，怎么最后看今天的收完盘之后，看到信杰老师的节目，信杰老师在买航运？对不对？你不要把我的卖点当作你的买点嘛，你把我的买点当作你的卖点，你的卖点嘛。当然，你长期下来做航运股都是追高杀低在赔钱嘛，要不然就是都是套在短线或者波段的相对高档区嘛。好，我话还是先跟你点到这边为止。那你手上有说啊，信老师，最近虽然长荣阳明有涨上来，可是我之前长荣阳明买在200多块，我买在180，我买在150，170、160、150，甚至可能今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阳明买在130呢，对不对？长荣买在160哎，那你说长荣买在160，虽然我参加了除息配18块的现金股息，可是现在还没有回到我的成本呢。阳明我买在130呢，对不对？你当时卖，我不晓得该跟着你卖，我买在130几哎，就算配了20块的现金股息。我阳明现在还有110，现在还是套牢的呢。我舍不得卖怎么办？我还是会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买在这种130几的阳明，买在160几块阳明，你在几个月前没有跟着我在高档卖的，你就要把握这一次上来一个机会，先高出下来，我低档再带你买回来。哦，这个月我带你先高出，之后下来我低档再带你买回来。我说下来你也知道，航运类股只要一个波段都是几十块的价差。比方说这一波长荣从79.2涨到106块，也涨了20几块的价差。阳明从70几涨到现在90几，也涨了大概20块左右价差。那你想嘛，一个波段至少20块左右，20块以上的价差的长荣阳明，我就算我们说我们不要买到最低，卖到最高。你给他去头去尾，打个7-8折。你一张长荣阳明，如果在整个这个月，你在这个月有卖到相对高档的人，好，下来低档补回来，我不要多一张差15块价差就好。你一张差15000，你5张差75000，你10张长荣阳明差150000。你20张差30万，你100张差150万的价差。那如果你说你的价差这么大，你就算你买在130块的长阳明，你高档这次卖的，你现在来找我带你卖高的，之后低档买回来，你差15块价差就好，你的成本是就可以从130降到150，两次你就降30块，你100就降130降到100，再加上配息20块，你已经解套获利了。对，你长荣也是一样啊，哪怕你买在160，你第一趟价差15块，两趟价差30块，你成本降到130，对不对？再加上你配息18块，你是不是几乎就接近快要解套获利了？这就是所以为什么你会发觉全市场很多的投资人告诉你，
你只要有航运股套牢的人，你越早来找信杰老师，我透过我的带你的一个价差操作，透过价差的操作，你越早可以在航运股解套获利，到反败为胜。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价差操作，这个都是公开带你在操作的。每一次阳明的买进的价位、卖出的价位，这个你都知道嘛？每一次的买进的价位，几月几号买，几月几号卖，对，几月几号买，几月几号卖，全市场只有信杰老师我做得到这一点，每趟都是跟你公开的分享，每个价位都是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的，我们会员的一个讯息的一个穿价成交单，我们没有空气单啊，也没有所谓的火车单啊。好，那你说这是阳明的部分，至于长荣部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就不连长明都秀，长荣秀，长荣的部分，你过去这29趟价差，其实你去看我的 FB 的股市群会，你去看我的 Telegram 或者我的 Dialog 粉丝团，我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我今天还是一开始，好，先停留在第一张字卡部分，我还是花了大概将近一半时间，我还是在跟你讲的是预约八月的关键卖点。不要之前低档叫你买，对不对？明知财报好，八九十块的长荣阳明逢低叫你买，你不敢买，你不敢买，啊，现在涨上来的，你到时候在高档又舍不得卖，这个月你又舍不得卖航运，你不要到时候九月十月回下来的时候你再后悔。那为什么九月十月可能会回？我没有说一直是运价暴跌或者这样看冷空哦，长航运股是一波一波做的。好，等一下看字卡你就知道，就是一波一波做。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没什么好特别分析的啦，啊，就是整理盘嘛，对不对？从礼拜一跟你讲到今天礼拜三，甚至从上个礼拜7月20几号、7月底跟你讲到现在，你不觉得就是整理盘吗？现这一段就是整理盘，但是整理盘的过程当中，你要记住我跟你讲的，第三季中到第四季，好，未来这两三个月，不管美股跟台股，尤其是台股。还会有波折哦，好，话我点到这边就好了，好，记住未来这两三个月台股还会有波折哦，我没有说一路上去哦，我没有说就这样一路上去哦，哪怕七月份的 CPI 是下来，今天晚公布的 CPI 是下来的，第三季中到第四季，未来这两三个月还会有波折哦，还会有波折，不过未来这一年台股会越来越好，好。信不信由你，原因理由其实我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好，那你说回过来第三季到第四季为什么还会有波折？为什么这边还会有未来这两三个月还会有波折？啊，其实就讲白点了，我想中国晶圆是其次的，所以我为什么在整个股市的分析里面，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跟你谈到什么之前谈什么裴洛西访台呀、中国晶圆啊，那个根本没什么谈的。其实最主要为什么未来这段时间？台股还会有波折，其实就是电子股的库存调整问题、啊。其实这是电子股的库存调整问题、那详细的波折到底是怎样的波折？是怎样的波折？这个我在整个之前送给你的八月份的关键报告这张图里面有讲清楚的。好、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好，那个股的一个部分、包含之前带你做过的大田，你看这都是财报好的标的，等到公布财报都大涨的。所以你说航运类股的部分也是一样，你看我在七月底，啊，不要说涨上来才放马后炮，我那时候没跟你讲，外资的持股，人家外资是一路买，今年外资卖超台股将近1兆，大部分卖的是什么？是电子，你最看好电子，你还在这做电子股春秋大梦的时候，人家外资是一路卖电子，难怪大多数90%的投资人现在还有专家们，其他专家会员都套在电子股。套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人家外资是一路买，好，那你回过来长荣也是一样，那长荣你看外资做的是更加明显是啥？财报公布前外资都会占买方涨一波，有没有？涨买方涨一波，好，之后拉回的时候它会调节，之后再涨一波，对，去年10月到11月涨一波，今年2月到3月涨一波，今年4到5月涨一波。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跟你讲说，现在到八月份，现在在公布财报前，长荣会不会再涨一波？我们讲这一次在公布财报前会不会再涨一波？啊，
事实证明我讲的对不对？好、哦，对不对？有没有再涨一波上来？啊，有没有在上个礼拜什么裴洛西访台、什么中国军演这些政治利空打下来的时候，我上礼拜还叫你站上买房，这有没有像我在八月初送给你关键报告，七月底八月初送给你关键报告讲一模一样？营收财报公利多公布前逢低站买房，啊，你在这边买对不对？买的这边价位多少？93块多，你买的涨到105、106，你都还有10块钱价差，一张10000，5张50000，10张100000，50张50万，100张100万的价差可以赚。好，那现在大涨上来的，你开始大家在乐观的，对不对？我在这几天跟你讲什么，对不对？我说就算你买在这边的人，我觉得最可惜是这一段杀下来呀、啊。明明是假利空，大家告诉你运价下跌，啊、哦，航运股的获利要大幅衰退的，结果公布营收获利都创历史新高。最可惜是六月底砍在地板的人，你看多少人在这边砍掉航运？那、啊、你看你在这边把航运股砍掉的，很多人说就去买电子。请问你从六月底到现在八月中、八月初，过去这一个月你买电子股是赚钱还是套牢？是就像我所讲，每次你航运股停损完。换去电子，你电子股再被输一波，你看过去这段时间又多少电子股破底下去，结果航运股弹了，长荣弹了30几%。你最近一个月你卖掉航运股，你在低档停损完航运股，你去买电子股，你有赚30几%吗？我不能说没有，完全没有电子股涨30几%，但毕竟是少数嘛。所以为什么说你有航运股的人，你是要来找我，不是去找那些每天拿着软体指标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只为做生意收会员的其他专家。你看过去这段时间在震荡走高，有几个人跟你讲说他的航运股软体指标出现买进信号，有啦，只要航运股大涨的那一天就说买进了，他软体指标出现买进信号，啊，只要一拉回整理，他又说他软体指标出现卖出信号，看图说故事，谁不会，对不对？那再来就是除完洗，你看这龙卷。这个我跟你讲，到现在龙券还有17000多，昨天龙券也不过少了200多张嘛，对不对？除完息低档放空的龙券，一路被嘎上来啊！这个龙券9月1号一定要强迫回补吧？没安装，对不对？啊，你看，如果你在这边买的人，你当初在低档听我的建议，把我的话听下去，你来找我听我的话，没有砍在这边的，现在涨到这边，你买在高档的，买在这边的，是不是几乎要解套获利了？至少已经快解套了，至少你今年已经小输的，从之前大赔到现在变小输，你要变翻正的了。可是你看多少人过去半年在电子股赔到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你就算你这边买航运的，你这一段没有跑，你这边再反弹上来，给你参加除息，你都快解套了。啊，如果你在低档呢，你有听我的话，在低档加码呢，低档加码或者在那边做短线价差的。你是早就解套获利了，所以其实谈了这么多，就是你有航运股套牢的人，或者你低档买赚钱就不用另当别论。有航运股套牢的人，你越来越早来找信杰老师，我高出低进做价差，你就越早越可以在航运股解套获利。同样道理，航运阳明也是一样，你把它还原全值20块的现金股息加回去，你就算你买在5、6月这边的都快解套了。可是你看，你如果5、6月你去买电子股几档解套？你然后你这边砍掉航运股的，你这段时间上来，你多少电子股最近还赚20几%，对不对？是不是都一样？好，但是讲了这么多，对不对？还是一样，龙券九月要强迫回补，那会不会嘎完空之后小心反手给你杀多？航运股会不会嘎完空之后给你小心反手杀多？尤其你也知道嘛。长荣如果再上来，这里有中长期的均线的压力，长荣短线再上去，这里有之前高档套牢的解套卖压，阳明这边还原全值再上来，是已经来到所谓中长期的均线的压力，再上去是这边有这边高档的一个解套卖压，怎么办？来到压力区，稍微尊重它一下，正合理正常嘛，应不应该？应该嘛，所以来到压力区的航运类股，你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低档买的人，过去这段时间听我建议买的人，哦，我说财报好，你要财报公布前逢低买的，你到现在赚钱的，这个月什么时候卖？
登记关键卖点。高档套牢阳明的，高档套牢长荣的人，上来什么时候卖？来到压力区先卖，之后下来，我带你再把买回来。高出低进，高出低进做价差，你才能赶快解套获利。哦，有航运类股套，有航运类股的人，如何把握未来这关键的卖点？你来找我。那至于整个这些所谓的一些低档的电子股，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你详细说明，没关系。我在整个对这些低档的电子股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我在整个粉丝团的每天的盘中讯息都可以持续的做说明动作。但是其实我今天谈了这么多，最近这两天谈了这么多，我一直在跟你强调，是你手上航运类股的人，你务必把握这个月八月份的关键卖点，尤其越到下半月，你越要把握住关键的卖点，好不好？好，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